接下来出战的是红队大脚选手蓝莹莹，黄队大黑牛李晨。大脚与大力量的比拼，真是让人无比期待。害怕吗，莹莹？一点都不怕。好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，两人出发。哎呦！哎呦！互相上下，蓝莹莹甚至超越了李晨。漂亮，莹莹，快加油，快加油！哇！哇！哇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谁会先划出来呢？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是蓝莹莹。加油！哇！大脚果然非同凡响，哇！加油！小李头呢？李晨在哪儿啊？加油！加油！人呢？哇！李晨在哪儿啊？这是什么？你们那种遁地术，说这终于看见了，打地道吗？在钻地牛，太棒了，莹莹，太棒！谢谢。这一轮恭喜红队蓝莹获胜，耶、yeah ！能赢大黑牛。请两队派出第五轮出战的队员，去吧，我去吧，去吧，嘉轩。好 ，baby 来了。看不到，找不到，等不到你的黑牛。再拉一下，好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我的妈呀！进去估计已经忘了要干什么了。斯琳娜去哪儿了？斯琳娜，斯琳娜你在干什么？斯琳娜，你人呢？好险！加油 ，baby，baby， 漂亮！斯琳娜去哪儿了？斯琳娜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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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，baby！ 加油 ，baby！ 加油！可以，可以。漂亮，莹莹，漂亮！我跟你说，小海绵是属于你的。我刚就说底下都是我儿子，那么多小海绵。斯琳娜，你人在哪里？斯琳娜，你还好吗？我你这样怎么可以上会？你。